我老婆在善后，已经煮好饭准备要吃饭了，对不对？彤彤，赶快要准备吃饭了，好。用彤彤表演特技，表演杂耍。哪一颗是昨天毕业典礼拿回来的？还是已经爆了？已经爆了。这是你今天自己打气的、哦。四个都是啊。哦。四个都是我准备的。好。要准备派对。差不多了，你差不多该洗手了吧？妈妈对不对？彤彤洗手了。洗手。爸爸帮我收一点。好，我帮你收，我帮你。夹到什么？你还好吗？听说夹到在这。哇，好惨哦！我看一下。好了，洗完澡再帮你擦点药。嗯，我帮你拿两颗。这样子好像怀孕的感觉，如果把它套在肚子里的话。对啊。美女，好久没玩气球了，这样子好可怕哦，塞得好挤啊。我帮你调整一下位置啊。哎，真不听话。坐好。好了，我来关电视。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:38，7:30左右。我们要准备吃晚餐了，今天在家吃，一个礼拜现在大概就在家开火一两次，然后今天吃的是昨天打包的小火锅，彤彤椅子歪歪的，帮你调整，然后妈妈，好吧，然后妈妈加了面条帮我们煮，我们昨天吃六扇门有打包，六扇门的那个我们最后打包的时候它很精致，在这里，它还有。好，我想说看一下它的盒子很漂亮，还弄了一个这个盒子，红色的，很漂亮，可以吃了。然后我老婆她吃的是不一样的，她自己吃的贵，她想要吃这种白贵，就是什么料都没加的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餐，然后有两种水果，我老婆切了苹果。这是在卖场买的小番茄吗？今天现买的。嗯。谢谢老婆。然后我去洗个手，我们就来。彤彤洗过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彤彤洗过了，换我去洗。今天也不用倒冰水。对啊，夏天就是喝冰的才舒服。可是妈妈不能。妈妈是怀孕的状态，不行。妈妈很可怜。要是小宝宝家有，要有可爱的小宝宝，你就要有这种预前准备，要这样辛苦。辛苦一点。妈妈想吃这种白桂，什么都没有加，好像她说是都买不到，其他地方买不到的。只有哪里买得到？没有，只有阿妈会自己做。只有阿妈会做。对啊，阿妈自己会做。我把它摆在这里。好，我们吃饭。可以吃水果吗？可以啊。但是你的面要面要吃完。因为我水都要这样打。我们吃晚餐。现在他都到现在都还在吃早餐。好，妈妈，我刚被冰淇淋锅夹了。对啊，他夹了一个。很惨哦。他没有哭，有的玩就继续那个。很夸张，等一下，虽然我已经摆好相机了，可是彤彤的脖子后面都是汗，好像去游。你刚刚在玩气球还是去游泳？汗流成这样，去游泳，很认真玩哦。因为今天下午我们就没出门了，这样子也好了，等一下洗澡。还想说带彤彤去运动去打球什么的，这样子也不用了。哇，好满哦，好丰盛哦！昨天打包的火锅料超级多的，满满一碗。我觉得很多。对啊，很丰盛的。你自己不吃吗？打包的火锅料，你就吃那个白桂。我好
想吃。你好想吃白桂，蘸胡椒。好脏啊！你要吃一颗吗？嗯，那你要不要吃片肉？那我们这样300，昨天吃火锅330，这样吃两顿，有划算吗？很划算啊！主要是妈妈吃不完，然后那个火锅昨天也没吃完。昨天火锅我也没吃完。那昨天我去的时候很饿，可是吃到后面还是吃不下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只知道我很饱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呢？我只知道我很饿。现在很饿哦，因为已经7:30了。那中午8:多还是？8:多也不是常常，像偶尔8:多。因为昨天你那个毕业典礼啊。对啊。昨天我们吃，真正开始吃大概都快9点，8:40才开始煮，把煮好，然后真正吃也快9点。那听到有些妈妈说去吃山吗？就在斜对面。你说昨天吗？嗯。对面就是续团，就对了。反正停车位都停了。嗯。你还要吗？哇，水喝完了，好棒哦！再一杯，再一杯，冰的，冰的，啊，好，慢点倒。水来了，好像只剩下12天了，扣掉假日，只剩下13还12天，我要再算一下，一起骑车上幼儿园的路。以后上小学就直直走了呀？对啊，上小学不用骑车了，上小学会非常近，不用骑车了。最后一天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，就是要特别，我想要做跟第一天一样的事情，就是。我们去把车子停好，我再手牵手陪你走过去，好不好？你记得吗？小小的这样走，放大大这样走。对，放大版的，2年后。刚刚看到新闻有讲一件好好笑的事情，我跟我老婆说，就是刚看到新闻上面有一个新闻说，结婚不是出嫁要丢扇子吗？嗯，那为什么？把坏脾气丢掉了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妈妈结婚出嫁之后，看到从车子里面掉出来一台丢出来一台东西，电风扇丢出来，觉得很好笑吗？那你觉得我呢？我刚就说老婆要丢冷气，没有，我老婆现在脾气好很多。那你知道男生要丢什么吗？要丢什么？奶瓶。为什么？你说妈宝吗？对啊，当人家老公了。我还好啦，我没有，我不是妈宝，我没有妈妈。没有，我老婆脾气好很多，真的跟刚交往的时候差好多的。你忘了我爸跟你交往？对，那时候我去跟岳父讲说我们要结婚的时候，讲结婚的事情的时候，岳父直接就讲了：“我女儿这个脾气，没有，你确定吗？不能退货哦。”爸爸有问啊，爸爸问说：“你有看过他发脾气吗？”对啊，你有看过吗？有啊，但是重点就是妈妈现在脾气真的变很好，我觉得没有要跟以前的自己比较，妈妈跟以前的自己比较的话，妈妈脾气就变好好多。有吗？对你来讲有吗？你以前动不动就骂人的。
他是爸爸讲的吧？没有，没有他讲，他自己的想法吧。那现在是爸爸比较凶，对不对？现在你有觉得爸爸又比较严格，现在妈妈比较温柔了吗？那你不是严格，你跟妈妈要动不动就骂了。我哪有动不动就骂你？你要误会我，我都是有做错事情。现在是人家讲一下就好，还是红红快点，快点。长大了也开始讲。以前讲两次，差不多两次就可以了。现在要讲二十次也不见得会到。你的脾气也大啦、啊，对不对？他也有自己的想法。对。这很正常的。对啊。那你爸爸跟你就是讲态度的问题，爸爸妈妈注重的是态度。你可以生气。但生气有很多方式。那生气的时候，你注意你讲话，什么话该讲，什么话不该讲。需要叫你吗？那你了。你掉在屁股上的两那个透明面。你家没有任何配料，感觉好。不然不好吃的。不好吃的。如果有葱花，我就煮汤的。还可以煮汤。以前阿妈都切小块小块，然后煮汤，然后加一把茼蒿，然后就盛一碗汤，然后加辣椒酱跟酱油，哦，好吃哦。我老婆的那个，你要做做看吗？已经瞬间清掉一半了，刚刚本来是一整盘，现在只剩下了半盘。妈妈，那你要试试看做吗？加茼蒿，要下次要买到啊。好，茼蒿是冬天的啊，冬天的蔬菜，你要试一个看看吗？哎，彤彤没吃过哎，妈妈做的。你第一次吃吗？没有任何的料，光屁股鬼。可是跟萝卜糕有点像，好好吃哦。真的？你还要吗？我愿意跟你分享。不用，这个大。那个用煎过的会比较硬一点，刚煮好的时候很软。好啦，我们就继续吃饭了，大家拜拜。祝福大家健康、平安、快乐，大家拜拜。拜，没味道。没味道，因为就纯白的，光屁股啊，光屁股的鬼。它面还不是也纯白，可是为什么有味道？有啊，因为有跟材料一起煮，就不是光屁股啊。